各位好，我是民建联的黄英豪。过去这段时间，我是全力希望推动香港的数字经济是更好更快地发展。所以呢，数字经济是不是应该由我们做起呢？大家知不知道呢，香港数码港有一个计划，它这个目标是吸引8000间我们本地的餐饮和零售企业。政府呢会拿10万元出来，就配对呢这个企业拿10万元，就由拿20万呢去买一些现成 的数码的系统，去提升它的效率。当然这个呢只是一个初步，但我相信呢，我们香港的广大企业，特别中小企，如果可以加大投入，更加重视这个数字的建设，而将来我们都在这里推动着我们香港政府的各个部门背后那些大数据啊、数字方面可以有互联互通，政府互联互通，商界也数字化呢，大家就可以有更好地利用，以至呢与内地和海外就搭建一些呢，譬如跨境电商啊，同埋呢一啲嘅大数据嘅平台。我哋相信呢，香港一定要向呢个数字经济发展，然后先至会有更美好嘅将来。希望大家一齐加油，好吗？